风从南到北，整个冬季无可为议。你如风儿似雨，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，相念相别离。如果我爱你，和你倾听风的呼吸。如果我爱你，心是无声的默契。如果我爱你，十里春风不如你。如果我爱你，听随鱼儿相惜相依。说不明白呢，说明白就闭嘴。好，闭嘴。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. 心仪。你能不能别墨迹了啊？怎么样？说你同意，同意把你的名额让给小侯。我没同意呀。那妖刀的新版 GRE， 你不想要了是不是？别呀，小白。你这不是逼良为娼了吗？我。他说他是一良家妇女，你逼着他成为娼妓。你要是良家妇女，我就不逼你了。你别废话。哎呀，我求求二位大哥大姐了，你们真以为我喜欢什么什么知识竞赛呀？我是不是想图个清闲，然后可以一个月不去参加训练吗？你不用躲，训练有我陪着你。你们就可怜可怜我。你们看看最近都给我累成什么样了，我都瘦了，我呀，我瘦成这样了。谁可怜我呀？我不比你瘦啊？你瞅瞅你这大肉彪子，我这一怼一怼你这大肉彪子。哎呀，你们知道我嘴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一直惦记着他们提供给选手的那些面包，还有汽水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加餐。那个给选手提供的面包啊，各种各样的加餐啊，什么汽水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所有的吃的，我都给你原封不动的送还回来。我给你 double， OK。没问题。说话呀。你说话呀！你就说行不行吧，快点，痛快点！你说行不行？痛快点！你说呀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妖刀。我一想，能有这么个清闲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偷偷的跑过去看妖刀，这样也能挽回一下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别臭美了，行不行？你跟妖刀什么时候有过感情啊？感情的事儿你不懂，就你懂，你比我懂，你比谁都懂。行了，哎，你不是我哥们儿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一个大胖老娘们儿，大胖老娘们儿，你就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嘚吧啊！以后咱俩谁也不认识。哎，小红，别放弃啊，再争取争取。心仪，你够不够义气？是不是哥们儿？够，心仪。
就你是哥们儿啊？啊？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帮小红啊。你还有脸说？就你这副嘴脸啊！我不跟你在这磨叽。新叶，每次你追妖刀的时候，我可都帮了你。由于个别同学有意见，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上认真听取了参赛人选的各种意见，决定对我们仁和医学院代表队的人选做最后一次的评比和调整。希望有意见的同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对班级荣誉说。我决定把知识竞赛的名额让给小红。好，新一同学高风亮节，小红到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。放心吧，小凡，保证人完成任务。坐下吧。小红，明天开始，这四位同学就去阅览室复习，你们继续看书吧。你看什么呢？你问小白呀、啊？他拿妖刀原版的 GRE 威胁我。现在开始，你们将被免除一切军事训练，就在这儿进行全天候的封闭备战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保三争二望一。保三争二望一是必保第三，争取第二，垂涎第一。垂涎第一，有这个说法吗？你们俩闭嘴，先听教官把话说完。你们都是高素质的大学生，我的意思你们都明白。总之，尽最大的努力和汗水，为连队争得最高的荣誉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秋水，等，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军训就要结束了。我希望你能再坚持一下，不要再捅娄子，好吗？啊，孙教官，这个事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是这样的，您看现在这儿呢，没有小白和心仪他们这帮人，我一个人。属于势单力薄，孤掌难鸣，我也不太容易成就什么大事儿。再说了，以前那些事儿呢，我也都不是主要，我专攻策应啊，我主要是在幕后活动。秋水，你话太多了。哦，有点远了啊。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孙教官你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会再发生什么蹊跷的事情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小红。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，也是部队首长发扬民主精神给你争取来的，来之不易，希望你能珍惜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，我希望你能和大家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，勇于拼搏，不辜负首长和同学们的热切期盼。听明白了？听明白了。知识竞赛的内容都会从这四本书里出，你们自行安排一下任务吧，记住了，务必要保三争二望一。同学们，只有四所大学参赛，保三的任务能不能完成？能。好，就是这种热情。
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加油。教官再见。你们不要看这本书薄，但是它有很重的分量，它不光是我们的定海神针，更是指路明灯，最硬的骨头。我来啃，都没有意见吧？全票通过，英男，后面的书你来分配。你们班干部可真是享受在前，不享受在后。吃苦在前啊，小红，那这本书你来。哎，知道咱班长姓什么吗？厚。对，厚脸皮的薄。秋水，你又搞人身攻击。别闹了，秋水，你负责这本《部队规章管理制度》。这本是不是有点太薄了？现在还剩这两本，你挑一本，剩下的归我。我都行，你可是班干部，你先挑。别，你先挑，省得你又说我不公平。我都没所谓，我背书背得特别快，哪本都无所谓。这本书整整500页，两个星期拿下它的话，平均每天要30多页，压力太大了。我真无所谓。别，有的班干部是那样的，有的班干部不是。那这样，这本归我，就这么定了。我说两句啊，是这样的，那本实在是有点太厚了，让你们女生背吧，我觉得不太公平。要不这样，那个班长啊，班长没救了已经。那个要不这样吧，小红背那本薄的，然后我跟赵英男，我们俩分那本厚的。我背这本。我要厚的，不是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啊？小红，你可不能拿这事儿置气啊！这可关乎到我们仁和医学院的荣誉。张玉楠，我参加这比赛，我承认我是故意来捣乱的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不惯某些班干部天天横行霸道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，天天什么事都要跟别人抢。所以我来这儿呢，就是要用事实来证明我是有这个能力的。所以这本归我。谁都别跟我抢。别光嘴上痛快了，你到底能不能背完？你要背不下来，我帮你背吧。不是真的，真的。真心的吗？不是你怎么了？你跟个蝴蝶似的，你打什么靶子呀？这有什么真心不真心的？大家都是为了竞赛呢。没事，以我的聪明才智，就不用你帮我背了。不过你有这份心，我。拜拜，秋水，明天见。神经病，这是。爱情中最纠结、最磨人的事儿，就是三角关系。这让年仅18岁的我，既虚荣，又烦恼。这些个痛苦，心仪不懂。他也不想懂，因为他正在一条险途上孤单独行，并一步一步地接近了自己的目标。检查结果出来了吧？怎么样啊？没事，低血糖，休息两天就好。我觉得呀，
身体是生命的小船，要是小船不结实，跑冒滴漏，那他肯定跑不远。所以啊，理想也就只能想想了。所以，你无论如何都得注意身体。要不是你给我指引方向，我到现在还浑浑噩噩、自我迷失呢。嗯，那我问你，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？你的世界观是什么？你觉得什么样的世界观是正确的？我的世界观是，人生是舞台，我的舞台。你的人生观呢？我还真忘了我高考政治是怎么答的了。你的呢？我的人生观是，我要在这个舞台上尽情的表演。最后，你的价值观呢？既然你的三观都这么正确了，那你就把你的借给我用用得了。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我妖刀吗？是因为围棋的村正妖刀定式吧？嗯，他们之所以叫我妖刀，是因为妖刀定式棋绝诡异，非人类，所以那些男生都怕我，他们一边怕我，一边诋毁我。你为什么不怕我？他们怕你，是因为他们怕被你给灭了。跟他们不一样。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被你给灭了。你要是居里夫人，我就是那个倒霉蛋居里，让你踏着我的尸体前行，这叫向死而生。拿着。啊！这份考卷是我为想当我男朋友的人设计的，只要及格就能录取。考试通过，我最擅长考试。啊，全英文的呀！我也不知道将来会遇到哪国人呢。Why？居然用全英文试卷考中国男朋友 ，crazy girl。嗯，你们四中就是出人才，像这种疯狂变态的女人层出不穷。都考你什么了？体型巨全面，涉猎巨广泛，横贯中西，纵贯古今。最主要的是最后一道大题。用全英文为他写一首14行情诗。说，多亏了哥们儿。
背过莎士比亚，改头换面就给糊弄过去了。女人一恋爱，智商就归零。你这点小把戏就把妖刀给骗了。哎，人家妖刀故意给他放的水。What？ 一会儿再给你补习中文啊。及格没有啊？你安静答题吧。你真的太让我意外了，太意外了。前面选择题总分60，你只答对了21分。最后一道作文题满分是40，那我肯定得不了满分了。太可惜了，我走了。祝你早日找到能打满分的男朋友。妖刀跟我说，他出生的时候是早上，他爸爸从产房的窗户外面看到了朝霞满天，他就认定妖刀的这一生一定会是不平凡的。他特别崇拜他爸爸，他相信他爸爸所认定的一切的东西。妖刀还跟我说，他出生的时候不会哭，那些护士啊就打他掐他吓唬他把他举起来，但是都没能让他哭出来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妖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软。
我才不管谁软谁硬呢。总之，我是梦想成真了。班长，嗯，你能不能降低点你的噪音啊？你这动静确实影响我的记忆力。我没有发出任何的噪音，秋水，你不会连翻书的声音你都受不了吧？我说的是你吃零食的声音，你就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吗？吃薯片，必然发出清脆的、破碎的声音，这不理所当然吗？行，好，那我就受累，离您远点，行了吧？走。你留神，别把脖子给抻着。哎，英楠，嗯，坐这儿来。哎，没事，我坐这儿就行了。嗯。哎，小勇走。小勇走。秋日走。走。秋水，一个团队怎么能四分五裂呢？坐回到你的位置。快点！英楠，你吃点。谢谢班长，我不吃零食。小黄，你来点。我刚吃饱。啊，没我事儿，没事儿。课间休息再吃。你哥那儿没人跟你抢。同学们，早上好。教官好。教官好。走，哎，精神面貌非常好。同学们，一定要加油，全拜托你们了，一定不负众望。哦，这次的橘子小了点儿，下次我给你们带大香蕉来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，一定告诉我。谢谢教官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，加油。一人一个苹果，不偏不倚，不争不抢啊！一人一个橘子，这回确实是小了点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牛奶，吃。谢谢班长。八点了，开始工作了啊！秋水，你看一下这道题会做吗？嗯，这道题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，就照着上面做就行。嗯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英楠，什么问题分享一下呗？不用了，班长，我现在会做了。看看这道题会不会？这个题挺有点难，我智商不够。这还智商什么事儿？再看看。行，哪天给你练练胆儿。
秋水，给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打开看看。咖啡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喝咖啡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啊。哎，你哪弄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我肯定有我的办法。你快趁热喝了吧。好。好喝吗？好，哎，你也喝一口。我不喝，你喝。哎，别，你喝。我真不喝，你喝吧。哎、我真不喝、哎。喝吧，喝吧。哎呦哎呦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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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。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你快接着复习吧。别站着，你要不过来坐吧。肯定是心仪他们这帮孙子。哎，
秦言，王琴，杜仲，你们出来！你们有病吧？啊！哎，没人呢。那我们接着复习吧。秋水，我跟别人说咱俩谈恋爱了，你会生气吗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不生气。我还跟他们说，你说什么了？我跟他们说，咱们俩都接吻了。对不起啊，秋水。啊？我不，你不用对不起啊，不用对不起啊，没有，对不起的好吧？那该怎么办啊？不是，你说了也不能白说呀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你把眼睛闭上。弄死我啊！恶心！哎，出来出来！秋水啊，会不会是别人啊？不会吧？哎，是不是你的那些疯狂的追求者，就看见咱俩就想报复我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没有别人。那咱改天吧。你快回去吧，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，我无所谓，你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。终于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。还是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留不住的江河。江
和心灵。